你们趁天人打电话又叫我来一趟，看看你们，看着还那样，越看越难看，你们这人全老了，可不是老了都难看呢？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可是有一样啊，我们见一次面少一次面呢。我这过了年了，我又长一岁，抽了一岁，85岁了。不定哪天就不在啊。这个人得知道啊，连你们自己也不保险呢。由去年，我们老师叩求老母赦罪，普赦三草，大如同大赦一样，到了时候了。可不是到时候吗？你看看世界，原子弹眼看爆炸。礼拜五那天晚上你们看电视了没有？说那个原子弹，看了吧？这礼拜五还要说。你看看那个叫说起来叫跟人家人说这吓死，家人说这大概就都吓死了。你看看，我总看新闻，这先说早已就说过了，你什么能力你能够拖过去？所以我们就说现在了，所以这是忏悔班，啊，这一下甲子年的开端一起手，现在甲子年今天要过去了啊，知道吗？要过去了，要完了啊！问问我们自己，忏悔了，写了一大篇呢，简直说的一个好人也没有，你看了没？嗯，我们老师问过，你们有好人吗？没有，坏人，我们全是坏人。坏人，老师说的，那我们徒弟全是坏人，不能说坏人，我们有罪人，有罪，6万年的冤孽债罪账。你看我们人哪个不造罪？我没造罪，小孩子你们造，你签多少事没造罪啊？嗯，叫你爸爸妈妈伺候你，你还有功啊？嗯，我这两年我见面就说，妈妈，我自个儿想我自己嘛。哎呀，夜间睡觉妈妈给拜拜吧，哎呀，我身上不舒服妈妈给快快，哎呀，给我们洗脚洗脸，给我们做饭，做好饭请我们吃，啊，给我们洗衣服都洗了20-30年，你看你爸爸妈妈受劳受苦全为儿女。你们这一部分净是年轻的，昨天在新竹那净是年老的，我说你们全生儿养女，孝敬儿女，没一个孝顺父母的。现在我们赶上普赦三草，哎呀，千里说救父母出苦海啊！过去的事情不要谈了，啊，你们好些个题目早起的才讲两个，刚才我问了徐新新又讲那个，那个往后少讲那个，别人是什么人事，我们老师不管这个。白羊三走了，十二走了，这个那个，他是真的是假的，他是真的是假，是真的，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不知道的，你这一说，大家他都心里又起疑心了，这个没有大用。就是连我们大家，你看着谁好你就去，去你就去，我们老师不管这个。台北京有一个明明道，早已跟老师这次老师不要了，回来他那边还办呢，我们济公和风老师在那儿逗他，你办你的，我给你起个名字，明明道，北京有个明明道。还有那个厉灵长，人家有势力，民国28年在北京给老师办呢，老师还送他门口了，好啊，你办你的得了，给老师搞的，老师说你办你的，老师不管。还有那个马彦坤，他是个代书，代书是律师，土律师，他的黑治病超诚心了，老祖是给拨了500小仙呢，帮着他幕后都办的啊，车水马龙，门口啊，这我们老师也说，我们师母也说，山东滕县，哎，我们老师招考了，嗯，师母说不要办了，老师招考，老师招考，我们不能不救人呢，他来这么一句话，他还照样办。不是老师在南京过了一年，待了10个月，南京政府给请去，回来了，师母报告老师，老师说的，他办他的吧，咱不要管他。回来他看老师去，老师说我不管你，你将来你有甜蜜，我再办你去，你去你的。民国29年，简直说是，那是坐到那儿去，那么这儿你还算不算呢？一定没有你了。
再说我们这一个肉体，呵呵，听懂话吗？我常给大家说，你见总统了，你成了总统。好比总统就是霍霍，你见着有什么用？这话我们老师说，你跟老师待着也不能算你成的啊。老师是霍霍不是？你见着了，见着你算成了吗？你得自己修，你自己办定，自己成啊。所以忏悔班以后，今天正月十六点成是国语的头一次，二一次泰语的，和老师有话吗？摊主、讲师、办事人，慢慢开了有40多处了，都办了。那天我考察了，一共有13000多位。现在我们这呢，你们陈的故事说是过去就完了，只有大家在家里面给提个醒。听懂话吗？提醒要挑选了，他连个人也不渡，呼噜呼噜家也没起，也忏悔班加入了，回来拿了一本书去没有用，不能再给他了。这个书我印的有限度，听懂话吗？印了8000本，不能再印了。其他们全都看过了，或者他们整理都印了。以后还有没有选上啊？不是没有选上，还没开完了。老师赶紧印着，后边那个就没有印上啊。我们呢拿去做个纪念，拿去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得看看里头啊说的那个话意思，我们要修道办道，我们应该照着老师说的话应该不应该做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应该做，我们照着马上去做，你也不要听，也不要看，你就喝眼朦胧，你就办到就行了。早已老母亲，你修道你不要问，你看的全是有形有相的，全是假的。你那个心真的，你就啊，这个道应该修，应该办，就如同应该孝顺父母，应该我想着回天堂。你知道，你就闷头去做去就好了。净眼看净耳听，这是扰乱人心呢。所以佛家说的紧闭六门，扫三心非四相。我们当了点人师了，那个忍者相全没去掉啊、哦、你不信你问问你们这点人师，你看你这一溜忍者相去了吗？人家说你好你高兴，说你不好你恨人家，这个成不了道啊、哦、那么你还有嗔恨心了，你那么整哪位先佛法威好叫大家全好，这叫大慈。人家修道的多了，好吧，尼姑和尚人家也修道，参禅大德也修道，修自己。我们现在啊，奉天承运普渡三草，代表老师代天玄化不求众生，这是圣贤先佛的事业。那个时候大道不普传，他也不敢说代天玄化。你看我26岁，我参禅大德，我不敢说代天玄化。你那个也有训问呢，那圣人们没有那么说呀、啊。没有说代天玄化，现在我们敢说代天玄化，我们代表上天宣扬大道，度化世界的众生，我们闷着头你就度人家就好了。说忏悔班这都快1年了，过去你也立个愿了、刘老母赦罪了，一个人写了一大篇的，每一个人过罪过错全有减字100来种，是不是啊？顶现在我们得要改了没改呀、啊？做了没做呀、啊？这个是个问题啊！修道修自己的道，不是给外人修啊！听懂话吗？因此时间太宝贵啊！我给那本书给拿来，给拿去，我给你时间给你出，或者你慢慢再讲着啊。那老师起的批的这篇训语，美珠跟这个黄伯仁点是他们呢整理，他们给印出来了，马马虎虎的，印出来就印出来嘛，花了好几十万。一次，是不是？一次，好比连点人是头一次，第一次，二一次点人是说台湾话一次，你们每人就一次。和这本书上这个呢，这是好几次的，一共有40多次了，忏悔班呢。可是这上头没有40多次啊，以后的那个没有啊印上，啊，因此印也太多了，啊。你好比头一篇，
他们拿这个像我一看，老师批的，那纯字，回来你自个儿去看去了啊。这一年呢，两个春，这个常常有，这个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个常常有。一年有两个雨水，春雨惊春，立春雨水惊蛰，春分，清明谷雨，这是春天。二十四节气嘛，合着这个一年两个雨水啊，恐怕大是180年才有一次，上甲子、中甲子、下甲子，一年两个春呢、啊，常常的有。好比李俊月吧，俊月奏曲一年打两个春，嗯，今年正月打春，林月，旧历啊，腊月啊，年前奏曲得立春，这个理由，一年两个雨水恐怕是太少了，所以今年呢。啊，两春两个雨水，就是前面这点意思。微微是春雨水，春雨如膏，古时候有这个。早已那时候没有水利啊，净指老天。春天如果下了雨，就如同啊下那个油一样。这个年头到我们北方，春天二三月下一场雨，今年的保险都收了。啊，下边啊批这个汛，甲汛里头有个汛，甲。子，看见了吗？开端，甲子开端。这个60年一甲子，上甲子、中甲子、下甲子，我们平均这个人61周年啊，一周年都是60年。说甲子今年呢是甲子开端一起头，这没有什么。可是，一起头这个训里头这个训那个意思，你回去得慢慢好好的讲说讲说呀啊。看一看呢、啊、天地运数，现在三七末节年大开普渡，奉天承运，我们得这一支点，找着我们自个儿的总枢纽了，我们这个根本。天有天的根本呢，老天不耐道，大开普渡，亘古以来不普传的告诉我们了。可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有自己个有总枢纽，下边你看什么字什么啊，没看见，自个儿不参悟。现在我们找着我们自个儿总枢纽，得你自己个儿参悟你自个儿的根本源流啊。现在我们人全都忘了本了，根本源流全不知道了。嗯，你看我这说话他没看见，你不知道看哪儿呢，你怎么看那个字呢？自悟本源，你没有看见呢。我说你得听啊，看见了没有？我说这里的字里头有意义啊。由今天开始，我们另做一个新人。老天赦我们罪，我们自个儿得真忏悔啊。说得你自悟本源，你自个儿找着你的根本了。这是点春师头一次开法会，那个白羊塔，将来我们天榜标明白羊塔注册，这里头有个4个字。立愿了愿，你不立愿了愿，你是将来怎么会上天堂去？这是点春师头一个，头一班点春师老师亲身来的给说的这个意思。那里头回你们细看去，位置这个四面这个那里头念着那个词，一个字不错。啊，你自个儿回去那儿念去，因此这个时间没有。你看，连你们点师头一次开晚会啊，老师和黑板上画了半天，你自个儿没看见呢。你们一张拿去，你自个儿没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看，你还加入裁判班一年了，你没找出来，那里头那个字有那个字念，那里字念有意义啊。你将来你想白羊塔标明，哈、啊，你得立愿了愿。现在我们替天行道，就是给点燃师是零头的一个灯笼，燃烧自己照亮旁人。连你们点燃师坛主讲师立的全是一样愿的，全舍身办道吗？你得自个儿有牺牲，给你世界救出来啊，世界的众生啊，燃烧自己你照亮旁人。可是今天我们忏悔班，你带着一身的罪业，你自个儿还没有作证呢，你怎么会照亮旁人去？人家看看你一圈都不亮光啊，你怎么招人呢？你总得刷洗你自个儿干干净净的。你想刷洗自个儿干干净净的，后边两个字你看了吗？悔过，
看见了没有？有。没有？有。你还没翻开呢，你怎么看见了呢？你看着说有，你那个本还没开出来了，你这么说有，这是顺口答应呢。我耳朵聋，我的眼不聋啊。你悔过悔什么过？下边有一个字，你看了吗？罪，罪下边是什么？啊？错。你自个儿不亮，你怎么照亮旁人呢？这里头全有意义啊，啊。罪过错我们都要刷写，啊，老师这次有点说笑话一样，白水老人立命了命，你是白水老人，白水老人你得立命得了命去，你命不了也回不去，听懂吗？下边再看看字，什么字？啊？空。我既然修道，你得知道啊，连我们这个肉体全是假的，太太呀、儿子的房产呢、将来你空手来空手去，你还是空空，什么也没有啊，你有什么你？将来全是落个空，你知道落一个空，你知道将来是个空。老母这会儿倒谈了，3月15批片训。听懂话吗？你看开空一切，看破一切世界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另做一个新人，改过自新。看见了没有？有。看见了吗？有。嗯，你不改过自新，你怎么算个修道的呢？嗯，你心里头污浊的，脏心，嗯，贪嗔痴呢没有去，全是脏的。你想着改过自新，啊？你下边看见了没有？立品，你自个儿的德性你得立起来呀，你自个儿的人格还没有呢，在社会上你看看你算什么人呢、啊？连个好的名目全没有，父母也没孝顺，父母下地狱了你也没有救出来，你的姑姑舅舅亲戚朋友你全一个人也没有救，你还立品，立什么品？人家瞧不起你，你度他他不信任你，你就是你的品都不好。我们修道最要紧的，先得说人格，人格得高尚。你人格高尚，下边你才能够弘法利生啊。现在我们是弘法利生，人家看见你全瞧不起你，你还弘法利生去？所以我们修道就得正心修身，给人做个好模范，你才能够弘法利生，救世界众生去。有道理没道理？下边一看嘛，你看有个道术。你想着弘法利生，你自个儿这个道的根本你得要坚固，如同大树，这个大树的根本你得有拿出智慧水来，你浇它，这个树才能长。你栽那这个树不浇它，一会儿都干死了啊、哦！我们讲的本来的自性内涵的八德，孝悌忠信礼廉耻内做到，这是根本里头原有的我们，外来天的那个十恶八邪，啊。七情六欲九财财气，你得扫除干净，拿那个智慧刀给你剪去，拿你这个根本天性无常之德拿出来，救化世界众生，啊，一段一段的老师全给我们说完了，啊，原财色，我们人一生全都财色两个字给毁坏了，历代的帝王天下全失了，就用过这两个字，现在我们天天争的就是这个两个字，财色二字迷人王吗？我们得克服困穷，不要自暴自弃，不要懈怠，不要骄傲，不能任性而为，啊，嫉妒心得要去掉，不能冒犯掌上，好好的守佛规、守戒律，不要入流旁门外道啊！别说旁门外道都是你自己，你心一偏了都是旁门外道，哪找外道去？可倒是。人不明白这个修道的，哎呀，看人家好，人家好，人家成佛了，你成得了？所以我们一定修道，遵守佛规，守纪律，听听话吗？下边是什么字？啊？守成，是吗？守成。你得自己保守住喽，你将来才能成功啊！你不守住这个道，将来你怎么会能成功啊？你想着将来成功，现在得干什么？
你往下边看，不得气啊，代天宣花普救众生，你这个德性得发不出去啊，人家沾了你这个德性才能感激你，才说你有德性啊，你想着不得气，下边自看，喜心。现在我们都忏悔吗？修道不忏悔，修道那得喜心呢、啊、喜心敌性吗？给你自个儿的心洗的光明正大白白的、啊、天天胡思乱想，七情六欲，九色财气，贪嗔痴耐，哎呀，肚子里头全都撑不开了，你不洗干净了，你怎么会上天堂？嗯、哎、还有带着九色财气撑地仙佛的，你想着喜心，下边那个字你看了没有？什么字？克己归人，克出自己的私欲，你返回本来的天性，天命之谓性吗？那个人字吗？人就是你本来的天理良心，你得按天理良心去做事。你想按天理良心做事，你得脚踏实地，下边看，真功实善，脚踏实地的去做去啊！看见了没有？开创收成，你脚踏实地，你得开创你自个儿的前程啊，功德得你自个儿开办，你自个儿立去，你开好了将来才能够守住啊，将来才可以成道啊，你不开将来你成什么啊？讲什么？后边老师啊来到了，给我说一大篇话，给你印上了。嗯，你想开创收成，脚踏实地去做，最要紧的成命。你这个成命里头两个字，后边人老师说着呢，修道人你心里也怎么样，你承受上天之命，普度世界的众生，立功立德，你不立功立德还跟普通人一样啊，成什么命啊？哎，你这个使命将来得回天去交情，你想着去将来立功立德，我们这个道的宗旨，化天下为一家，化世界为道统，下边你看又有两字，一道通风，多前老祖师出世，平受万教，万教归一，一道通风，世界大同，那才叫收缘结果，那先达到目的了。这责任是什么？是我们自个儿的去做。看看那后面那字了吗？一道通风四个字，看见了吗？我这简单给你提醒，你回去得去看去，哪一个字里头它有意义啊？将来的结果一道通风，下边是什么？下边什么？你想着达到这个目的，你得诚心敬意，谨慎小心，得你了你自个儿愿去啊，愿不能了，难把相反呢、啊、嗯、啊、里头有一篇，我们给老母去个信，嗯、啊、自个儿去看去了，听听话吗？我们人人诚心敬意，了了自个儿愿，将来结果看见了没有？什么？他老师批的训，他拿这个班的一点点点点点点走的，他这里头有意义啊。我们那一篇扔了，看完就完了。为什么叫一贯？他这都叫一贯呢？最末后，听听话嘛，皇后大帝来一篇训语，就是天下太平这个训语，看见了吗？世道疮痍，愈不救。现在世道，全世界各个全都是人长着一团烂疮一样，我们想法得要救他呀。人心焦离险诈，众仙佛顶接救世，在哪儿呢？我们这全是诸天仙佛、道长将士，我们得要顶接救世。我为救世就一定得要牺牲自个儿的命，肩挑大举。世界这个大局，我们肩膀子挑着这个大责任呢、啊。临危受命，谁可尽？哈、啊，临危受命。那个圣人说嘛，见危受命。遇见国家危难的时候，我得牺牲这个命去了，这才显出你大忠了。
平常啊，我那国呀、啊、那国，遇见国家大事，那都年溜跑外国去了，那还叫见微说明？我们得要负担这个责任，谁可以继承、接续着办？既把江中自伤心，现在我们大家啊，全得继续老师的志愿，驾这个大筏船在苦海里头，逆流中甘苦共济，赶赴家亲。在逆流之中，这是困难之中受磨受考，我们甘苦我们不谈，我们一定大家齐心努力，赶这个假期良辰，一刀拔马烂皮，我们一刀两断，乱七八糟我们全取消，我们睁开慧眼，举出这个神力来，忏悔班一一刷洗。现在我们全是忏悔班吗？所有一切的罪过都一一刷洗干净，革面洗心。改头换面，我们另做个新人。先佛面前谁敢欺？有那一天我们理直气壮，我们功果圆满，立在先佛跟前，谁敢小看我们？谁敢欺压我们呢？假仁假义假面具，如果你假仁假义假面具敷衍了事，道尽彻底自乃检讨。问问我们自己个儿，我们有假面具没有？有，到底今天彻底的我们检讨一下子。大清洗，大大的清洗一下子。皇后大殿，你看批这篇训语，你们全会唱，你们唱唱，我休息休息。一二，我说话费力。我这意思你看，一来有先回庙先拿走了，完了辜负先佛哟。你这模子我那天有个陈美珠到上山上去了，我给你整理这个训，现在上回在那个长胜山摊上一大捆药丢了，我弄个山上去了，现在我订了好几大本了。你过去那个先佛训你看有多少？皇后大帝法律主幕后来到了，说了几句，幕后南极先锋又来了，你看了吗？这就是那次忏悔班，从这儿就算这一本，以后再有，以后就找在一起再说了，这本书就这一本了。以后你看看南极先锋后边说那个话，你看看，你大家念一下子。八句诗，无言的。这是南京先锋自个儿说：“哎呀，我在南天门，我坐着不南宁啊，吐口到风城，急急忙忙来到佛亭，来这儿。极乐黄母娘啊，极乐世界那儿有老母娘啊，哭泣众冤灵，天天看着我们的人在苦海里受罪，天天掉眼泪哭我们。先佛不停地忙来忙去，奔波在红尘世界上。谁呀、啊？你为道牺牲，跑来跑去，这全是先佛。”跟先佛根本就是人嘛，翁晓之忏悔，不管老的不管少的，你只要是知道忏悔，疏远见真情，不管多么远的献出你这个真情来。南极先锋啊，领了老母的令来到灵隐寺，参皇母的驾，
众仙呐，你们伤了多少仙夫的心呐？老母在天盼望你们回天门呐，所以设下了这个忏悔年呐，习得干干净净啊，好做一个顶天立地人。我们从今以后重新再做个人，打破了迷魂阵，天天我们争名夺利、贪图酒水财气，可不是迷魂阵吗？迷得迷迷糊糊的。历尽沧桑的心，正是修道的品。各愿各了，各道各成。我们历尽沧桑，这是我们人生一世啊，经历过了。沧海变桑田，桑田变沧海，变沧海。自古以来，你看看，正是修道的，锻炼我们修道的，有一个修道的品格。你个人历愿，个人了，个人修道，个人成。与仙佛跟没有关系，我常跟大家说，前人不好，前人有罪，也没给你，你六公司你的。我前人对我不好，我不修了。我们老师说，你福小命薄，你家没德行。对呀，书上有这个在呀，我看的书比你们看的多。谁家出个修道的？哎呦，那祖上有多大德行啊？有这句话呀。天地不二理，圣人绝没有两个心。圣人四个心，你看老天什么万物全给人用，没有给两个心，给你不给你。我们呢，见人好的就高兴，见着不好的烦恼，这个不能成道。仙佛哪有恨人的？仙佛哪有两个心呢？好人更加的好，不好人也要救的，是一个心。多少我们人心剩一个就好了，真心拿出来报到天门。九彩财气啊，熏黑了金刚身。我们人天天离不开这九彩财气，贪嗔痴爱，给我们本来自信熏黑了。贪嗔痴爱埋没了先天的灵，我们本来的灵性就用你贪嗔痴爱全给埋没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诚惶又诚恐，哎呀，战战兢兢的啊，忏悔啊，忏悔。这才是显出我们的光荣了。有罪我吐出去，这是我做的罪，这是我做的错，我从今以后没有了，这才叫光明正大。罪恶累累，大报应，将来一定有个报应。醒悟良知，东山再重振，东山再起吗？早已要沉闷下去了，我现在再起来，拿出良知良能来，金鸡三丈，浩劫频频。金鸡三唱，就是天要快亮了，将来大道也快明显了，大灾劫要来到了，屡次屡次的，人间到处在呻吟。你看前天报纸登着，那个晚上电视里看，法国冻死好些个人，听了吗？印度，你看那个一个瓦斯透气死了两三千，伤了好几万，后来又冻死一百多人，是美国是哪儿又冻死一百多人。我说我们台湾这个地界真是天堂，也不冷也不热，人家可不是神人吗？你看伊索皮亚有600万人口，眼看都要饿死，有32个国家现在没有饭吃，我们台湾人你坑吃啊吃啊，夜间睡觉了他还马路吃去。你看那个饿死的那个人有多少？不可一劳，老丈不一身呐、啊。不可一劳，不可依赖老有的、旧有的那个，我们本身旧有的那个呀，给他刷洗掉了。老丈，好几万年的那个债证背负了我们一身呐、啊，眼前正是天地了，眼前正是上天锻炼我们。磨练我们，我们呢真忏悔，给老丈给他取消，心里我不能再拉了。并非仙佛讲虚言，并不是仙佛讲的是虚话，天灾人劫苦不堪呢、啊。你看这几天，你看看报纸上登着，世界各国你看看，真是全都遭劫。有过不改，最后把谁怨？如果你有过不改，末后你遭劫了，末后你不好了，你怨谁去？那不是你自个儿造的吗？前贤苦口婆心，道理一篇篇。各位钱先生，讲师了，摊主了，点阵师了，各位跑来跑去，苦口婆心讲了半天，一篇一篇太多了。南极先锋说：“众仙们呐、啊，不要在苦中作乐，自可怜了。”
你现在天天跳啊唱啊，你看看报纸上登着，哎，地下舞厅一抓子几十位，一抓几十位，这不是苦中作乐，你自个儿造罪吗？潘昭师尊师母的金线，我们是师尊师母的弟子，永远是师尊师母的弟子。我白羊三走出事了，师九带走了，我上那儿去了，你那儿去，这事你还要不要？我总给人说这个比方啊，我们的父母顶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父母的儿女啊，对不对啊？说你父母是那儿转生上那儿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跑那儿认父母去了，有这个道理？哎，您这有这个道理吗？这是我们老师转世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老师说的老祖师出世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明白这个真理的修道啊，将来啊，你等着到那一天他都后悔了。我也不敢说我说的对，所以师尊师母，我们是师尊师母弟子，那永远是师尊师母弟子啊。我不要这儿了，我上那儿去了，你还算师尊师母弟子吗？你不能再算了啊，那你叫叛徒，知道吗？别忘了，这叫叛徒。清清楚楚忏悔罪过冤欠债，你得清清楚楚忏悔无障，忏悔光明了，自性没有障碍了，也没有累赘了，一步直超西天。逍遥逍遥的赶快赴龙华大会。莫和老这个本呢印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听懂话吗？以后还有，以后等着我整理好了以后再说了。因此你们呢就看一篇训，你加入班就是一篇，这里头是多少篇的呢？听懂话吗？你希望拿去啊，每人呢这个名字写上，这本书不要丢，丢了再没有了啊。我没有再要一本，我这没有了，我也不等再印了，那传出去外边又瞎说去了，听懂话吗？听懂就好了，你们应该讲什么你就讲了，我来这儿也都跟你们说说下，跟你提个醒啊，我有罪是我的，你有功是你的，互不相干，将来你成道了与老师全没有关系。说一代代的祖师很多吗？有历史，你一定找自古以来修道的历史，人家能成的，你不找这个竟眼前看着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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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没有啊，全是假的呀，听懂吗？听懂就好了，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说了啊。一啊，大家好，师母常说这些话，将来啊回到乌鸡里天跟老师师母开龙华大会见面，那得高兴呢，希望你相见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人呢就是很难的啊，要各种功夫应该有，应该也有动也有静哈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人家讲，也有时候我们要听人讲哈。你像现在我要想听人讲就没人给我讲。那么今天是一个忏悔复习班呢、啊、老先生来给我们讲的这一本啊几乎都讲完了哈。由开始到末了，这个训中训的意思连已经把它贯通下去了，这个老山这一提示很有意思哈，我们回去呢再慢慢地看。每篇训都很好，这篇训这本书我都看过了啊，我选了几篇呢，我们可以在复习班复习一下，连这几篇都没有办法讲完，其余这些个班怎么办？所以只好回去你慢慢地看，慢慢地看，慢慢地研究。那么现在呢，人都有毛病，人都有缺点，人都有不圆满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不检讨吧，我们自个不知道。我们一检讨，也可能自个感觉到，哎，这点缺点是我的，我们需要怎么改进？今天这个我们这点穿师啊，我们这个台北的点穿师啊，一个一个一位一位分析哈，好像还不错，大缺点还没有哈。我希望永远保持这一点，不要说是越久哈，越老越这个越长的。优点不太多，缺点越来越多，那就不太理想了啊。这个我们应该注意的，不说要给你们检讨，其实呢我到哪去都是说注意，没有说给你们检讨，好像讲了他们的病一样，有时候他们就不耐听，他们就不太耐听。我想你们如果没有这个病呢，你们就无所谓，有这个病我们也应该自己检讨一下，修养
我们要加强，啊，现在我们现代的点穿师跟二十年以前的不一样，二十年以前的点穿师是农业社会，欧巴桑欧吉桑，你所点到的对象也是欧巴桑欧吉桑，也都是差不多的，啊，身份呢，这个学历了，一切了哈，啊，都差不多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这时代不同了，我们现在20年以前、20年以后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所以点穿师有时候很难做，啊，跟20年以前的态度语气你表现出来这不太理想，所以师母呢，曾经给我们说过，啊，这篇你们也看过，师母指示，所以我们点穿师啊，应该随时随地自我检讨，第一呢，应该注重品德修养，以实善行动作为后学行动之表率，那千人点穿师都是一样的，都要带头的作用，你前边不带动，后边也不跟着做，所以我们要带动作用，注重自己品德修养，以实善的行动，哈，作为后学的一个表率，就是师母给我们讲的，这是第一，我们应该注意的。第二，身为点穿师啊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一切均要有带动作用。做点穿师，我们不以身作则，光用口喊口号的，这个不可以啊。师母也说，我们做点穿师者，必须心到、手到、眼到、口到、脚到，啊，都要到，到你这个道场去啊，心也要想到，手也要到，你眼睛也看到，嘴要讲到，脚也要踏到，啊，不要说光上边讲这个好听的，等到时候自个儿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做。我们点穿师呢，啊，还要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。一个点穿师要乐观的态度啊，说哎，我们道很有前途，我们这方面怎么样啊，师母大德哦，天命的尊贵，在我们这方面领导的很强。这实际就不是唱高调，这也不是说大话，实际是确实这样子。那么应该由我们点穿师口里边要常常提倡。我们不能跟老先生学，老先生的话是给我们考验的。不说哎呀，我也差不多了，你们钱也差不多，我们也不保险了。你说这个都差不多了，那怎么可以呀，啊？老先生那种话就是说啊，大家就积极呀，是这种就成全我们。可是我们后学就不能学老先生，那老先生讲的话，我们也学吧，到哪去？我也差不多了，你们都差不多都敦厚了，都不要修了。所以你跟我们讲话都要看情形，你的立场身份不同，老先生讲可以，我们就不能讲。所以我们都要保持乐观的态度，啊，得有朝气蓬勃的精神。你就朝气啊，你就今年你都50岁了，但也没有朝气，像60岁，像80岁了，像70岁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们不要表现老迈龙钟，50岁还没有老了，走也走不动，横还有病，那怎么给人点到去？所以得有蓬勃的精神，一精神得有乐观，啊，很有前途。你看我常常说，将来反攻大陆，政府领导成功，我们回大陆去开荒占道去。哎，年轻学生很高兴，哇，都很牛，哇，大家鼓掌。我们跟前人走，其实我有办法活到80岁吗？我有办法活到70岁吗？不简单呢，啊，就是有一个希望啊，给年轻人也一种希望啊。前人带动反攻大陆成功了，我们跟着政府，我们回大陆办道。你得常常提倡这一点，就有个希望。你要说天命差不多了，收回去了，你们办事吗？先说都，我们后代都不有办，你们还天天办事吗？所以我们得要，讲话得要这个培养道中的这种的高兴兴趣啊。第三项啊，我们点穿师好像特别没有，这也是普遍的检讨哈，注意的事项。领导后学，我们点穿师不可以朝行朝向。你们这里也有他香灰了，我们这个大都市道场这一带避免呢，不要朝行朝向啊。有病叫他好好检讨啊，有心病好好医心病，不是心病是外感而来的病，我们去找名医诊治吃药啊，不要这样子迷信，吃香灰了，吃符了，毁符了，是不是去拜拜了，求这求那个？我们这个大这个说都市的道场，大道场属于现代道场，我们尽量避免，不
不要引导我们后学变成招凶找相、问身呢、问画符的、念咒的、消灾的、解业了、拜斗了，这些事儿通通不要。我们干干净净先天大道，真正修道办道，脱离一切的素，怎么还拜斗还画符念咒？这不很矛盾吗？你们说对不对？我们点算是年纪大一点，注意这一项啊。第四呢，我们这些个点算师们哈，客观的当然都没有，各处打帮助道的都是没有啊，都是啊给人照顾这一项。加上你越办越多呀，就要出了毛病了。越办越多，哇，都是我的后学，有时候讲话就怎么样，就声音很大，态度不好，随便指派后学，这个不太好。我们台北还没有。这个我们台北是算是新道场，那个讲点算师都是慢慢磨练出来的啊，也现在还没有，不过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啊。我们这些个点算师都是随行随到，打帮助道很辛苦，都是给别人点弯了，我们没有事儿，这点是很辛苦，都是替师兄师母来传道。我们以后哈到各坛去办道，我们不要白去一场，不要白去一趟。点弯道他们讲是安排的很好，点算师休息吧，我们讲三宝吧，这个他们讲是爱心功了愿，所以叫你休息也没有关系哈。那么您那时候呢，利用点时间呢，找一个地方哈，这个应该怎么样，应该你们负责讲师安排哈，安排在客厅或是在一个地方哈，请点算师给引宝师，给那个新道不是给摊主啊办神员引宝师，有10位20位没关系，点算师给他们鼓励几句话，不要白去一趟啊，去一趟都要讲话，见道成道嘛，鼓励，哎呀，你们大家修得很不错呀，我们台北怎么样怎么样的宗旨，先人怎么样的辛苦，老先生怎么的大德，老先生老师师母天命在我们这方面怎么怎么样啊，就是说你老话重谈没关系啊，那听的不都是有时候随时变动不一样，我们点算师应该给人讲一句话，跟人家讲话，鼓励哈。道场之中的近况动态，那就到各方面但办的怎么样都很好，我们要学他们这个优点哈。我们点算师有的时候要注意一项，就是大家哈都很尊敬天命，都很尊敬老师师母天命，那么我们点算师呢是替师传道啊，代表天命，我们讲话小心的，不要讲那些个不太激励的话，不太激励的话，就是说现在谁瘦好了，谁怎么样了，他现在走路怎么样，讲的不好听的话，尽量避免，尽给人讲点道理的话，鼓励人的话。还有第五项，我们这个点算师哈，以身作则，我们要圣翻要清楚，不要做生意哈，找后学给我们投资。你看这个玉林县就受这个病了，有一个点算师做生意叫人投资，他做当时就也糊里糊涂也不会做，那么这钱也撂光了，你看把人都烤了。这就是当中我不是不提倡，提倡的结果的话他们不听，后学们说这个北外啊也可能探劫嘛，接着投资像现在都是斗了平，点算师做当董事长也没有了，钱后学的钱也倒了，所以这个就变成胜盘不清了。所以我们呢注意哈，不要胜盘再合在一起啊，更不应该啊点算师对后学标会，这个台北也是没有，不有没有的话，我们各摊的负责讲师要注意，不要标会，不要放高利贷，这个房地到底放高利贷，这个倒风四起，这个外边很生意很不好哈，这个景很不景气，你贪点小利都受了大害。所以我们道亲之中最好不要穿财，老人们说过亲戚之间不穿财，穿着财就两不来，那老人讲的话就是对，日本人之间不要穿财，不要金钱来往，不要借哈，你借的话给放点利息，什么几分利，这个我也不闹不清楚哈，几分利，结果呢你贪他的利，他要你的本，就是外边人说的，我也没有放高利贷，我也不知道哈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的，不要贪人利哈，我们就不要互相的借贷标会了，做会头了，最尽量避免啊。我们这个道场，你端钱是道，这个钱的事儿，互相放标会放利息，现在通通不要。有家里人不知你哪去了，找都找不到，
这是很不好。甚至我们的讲师也是如此，我们初入佛门光明正大，到哪儿去了给人家讲一下，人家知道你的去处，人家需要找你的话打个电话，不要说找人找不到，尤其我们小姐哈，找人找不到，人对你起个问号，为什么去了三天不知去向，这个很对你起个疑问，那就不好了，我们得不偿失。不管是我们点穿石各方面都是一样，出去给家里讲一下，我们坐在公共佛堂跟我们佛堂这个道亲坛主讲一下我们的去处，随时保持联系。不只是广弘点道啊，点穿石是要帮助道场，要帮助前人，各方面都要注意啊，要保护道场，有点什么问题了什么消息了，我们要赶快解决啊，小事情不要报告前人，我们都解决了，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报告前人，保护前人，保护道场，一点小事也报告，两点小事报告，这个前人也累死了，光那心都累坏了，操心的心都操碎了啊，小事情你们几个人可以解决问题，大事情解决不了应该报告前人，有什么事情更不应该让老前人知道，这个我们台北都没有，这点我认为啊很就是很理想的，我们台北的什么事儿就不会直接报告老前人，有的地方就不听这套，就直接报告老前人，老前人也不知道外边的行情，到时候见人都不太高兴啊，这都不是理想的，我们都不要随便直接报告老前人，小事情自己处理啊，我们都应该可以的，反正是办到把这个家看好了，你们都是点穿师，把这个家看好了，现忠心要保护大家啊。第八，我们个人有关的相关的佛堂，我们有关的道亲啊，我们要关心我们后边的后学啊，他的动态啊，我们防范未然，事情还没有发生呢，我们要防范啊，有点迹象了，哎呀，这个好像又要跑什么幼师那儿去参观去了，那个又想好像又跑哪儿去侮辱园那儿去了，有点这个问题，你赶快要给他解说，要保护他，不能等到一个成了一个形态了，你再给他讲，他就不会听了。还有呢，就是。这一项哈，最后一项，也是应该也需要注意的，可能性我们台北也没有，不过有没有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最近的福山呢，许新发给我讲，许新发说呀，福山的反应说报告大姑，那个不断的有游览车到福山去，哈，有时候他我们的福山那几个小姐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，不，就福山的那个小姐反应过来的啊，说报告大姑。我说是哪方面的，他有时候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小姐不出来嘛，不了解，我想我们台北好像没有，因为我很少我太忙了，多10天20天才上福山去一趟，我都不了解不知道，我就说呀，他们给我们建议各方面这个租车哈，游览式的最好不要到福山去，因为他们发觉小姐们发觉哈很乱，这个游览车里边也有老人，也有小孩，也有新道亲，都不明理，连磕头都不好，不会磕，甚至于吃完一餐饭的话，叫他回去都不回去，东溜溜西逛逛，这儿照相那儿聊天，他说他们小姐讲好像拿出福山当作观光地带，说到底是哪方面的，请人调查一下，说这个对老先生实在是不尊敬啊，也变成了不太了解老先生身份到什么程度，说这个这项我想台北没有，各方面是不是都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应该没有，不过他们说不知哪方面，叫我了解，叫我调查一下啊，就今天趁这个机会跟你们大家说一下，不要阻乱创，一会儿到这儿看看那儿，要是台什么云林县这个庙看看那个庙看看，这个都不需要啊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安分守己，无缘无故的话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也不要随便去麻烦老先人啊，因为老先人关系道场太多了，都每个人去麻烦的话，将来老先人现在也没办法应付，前几天去了6个单位，听他们说老先人到了末了讲话都没有气了啊，我一调查一下呢，我们这方面只有一个单位啊，意外的话都是别的先人的，所以好像越来越不太整齐的样子，这都太自由了啊，我们这方面都是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有这种情形，就是我们点穿师哈、
应该注意的注意这几项。那么下边呢，还有需要我们这个负责讲师，也应该注意的事项啊。也就是好像你们也听过，不过这我认为这点资料哈，也有我写一点，也有还有几个讲师，台中讲师写的，都很不错。这需要每年的话需要复习一下。就是负责讲师，就是一般的老讲师比较容易犯的缺点，容易犯的缺点。我们越修道越改进，越修道越进步，所以都不慢慢的缺点都没有了。你没有缺点呢，你这个人是至善至美啊，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人，一个修道者，真正可以对道场做个标杆模范，那是最理想的。那么第一哈，我们的负责讲师顾外边成全，静不下心看书，对于道学的充实都减少了，都没有精进。这个好像这种的缺点几乎都有，很多人都有，尽向外边成全去的。哎呀，渡人的成全人经常是好的现象，可是呢一回来的话身心疲倦，就没有办法看书啊，对于道学就减少，对道学不能够说增加啊。这个是我们这个责任重大，我们还年轻，应该早起来一点，睡晚一点啊，定下课程表，要看一个小时的书啊，对我们身心都有帮助啊，应该定下去啊，定下这个课程表，对我们有帮助。第二啊，看重办道的成绩啊，很少反省内在的羞耻，以至于习气，这个人的习气很久很久也没有能改变啊，由于外功紧逼啊，可是他对于反省的功夫缺欠啊，内在的羞耻也缺欠，以至于呢他那个习气啊毛病啊很久很久还没有改啊，所以变成了叫人说这是一种诟病啊，不好。我们今天大家哈借这个年终检讨，每个人都是代表道场，每个人代表道，所以我们随时要反省自己有什么习气，有什么毛病啊，都要改变。习气是习惯了啊，都要改变，不能习惯了。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举止态度得有高雅啊。第三，在道场几年了啊，有的呢成全了几个后学啊，就对有成就感很大，比如说有十年了，十几年了，我开了几处荒，我的后学已经有几个做讲师的了，有几个都和摊主了。其实我们年纪很轻，才30多岁就有成就感，不能够低心下气，甚至于随意指使后学啊，这也是人家台中检讨出来的啊，所以我们这方面应该是很少，不过我们每个人也需要检讨啊，越有后学办得越不错，我们越应该低心下气，应该越有点德性啊，所以叫人家才更尊敬我们，不要随便的指使后学，叫人看到了对我们说年年轻轻这是什么，不需要这样子啊，或者会把叫人批评我们后学不尊敬我们，我们还年轻，不是70、80啊。第四我们的讲师哈受到了事业婚姻的压力，以致稍微受到道场的考验，或者你的前嫌给你考验你就闹情绪，这个是一定的啊。尤其在你在家里边还好一点，如果我们住在公共佛堂啊，有很多的姊妹，有很多的兄弟，就通我们师兄弟师姊妹都住在一个佛堂里边，你闹情绪不讲话，你不吃饭啊，这个影响这个佛堂的道气，都影响你一个人闹情绪啊，影响整个的佛堂的气氛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啊？这个人闹情绪，2天不吃饭，第三天不起来睡大觉，这人看这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处理呀、啊？拉也拉不起来，哼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你说你怎么办？拉也不起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要克制，要降服。哎呀，不能叫人家看笑话，不能叫人家批评我们，还有这个站起来，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？
不要闹情绪，不要在佛堂闹情绪。刚上台讲的天花乱坠，天花乱坠讲一课堂，下面我、不吃饭的，不起来，不又睡大觉，门关起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再讲到人家这个还讲这么道，所以现在讲事很难做啊，自个儿注意，不要闹情绪。第五，对佛堂啊道务没有周全的策划，您是负责讲师，这个关心你这个佛堂的道务，他没有周全的策划，以至于呢就停滞于某一个阶段。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台北哈，170多个佛堂，他我们的进度不一样，有的哇扶摇直上，哇一步一步上升提升，提升什么原因？那讲师常常的策划推动，啊，你看他就有进步。有的佛堂呢，不没有周全的策划，都不主动，你看我看你，你也不管我也不管你，啊，一团散沙。你这个佛堂就停滞的某一个阶段了，跟人家道场跟不上，跟不上现代的进步，跟不上现代的道场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，他没有办法突破。尤其呢，对于新进的道亲，也没有给他充分的安排办道的机会，总是你们这几个人。老先生常常说，知理总是你们这两个人，别人都不会吗？啊，这章也要检讨，每一个方丈都要培养，知理的、献供的，一切的话要轮流，啊，培养这个全才。今天你挂号，明天我知理，后天你讲道，大后天你练习讲三宝，都每一个人呢，啊，通通会，都要培养这个人才，不要光是我们个人，啊，所以人才有这佛堂不能出头，不能出头啊，后学有不能出人，不能出头，总是你几个人，这值得我们检讨，啊。第六，有的讲师哈，我知跟这个法知不破，就是人我相太重，功德相太重，啊，招行着相招这个功德，招什么功德啊？人家做了，人家带人来啊求道哈，哎，我们讲师给人争一个宝师，不争个宝师的话不高兴，上你这边急呀，上你这不急呀，上你这边摸，好，你我让步是吧？我起码都无赢，我给你让步，你就自己猫随自荐，这个最没有味道了。我都听人说呀，这个遭遇这个功德相太重了，哎，保一个人咱有半分功吧，起来嘛是没办。我们这个实在像实在的功德就在你心里边儿哈，不是说做一个银宝式的功德。你看有的那个道场哈，点砖师还要想做金宝师，你说这个多无聊呢？啊，我们不要招于形象，尽让个人家。当然饮食要固定性，这个宝师啊，尽好让他的前贤哈，我们不是他的前贤，不要跟摊主讲师，不要跟他争宝师啊。第七。还有的讲师呢，他是个人的心底的观念哈，我自扫门前雪，我不管他人瓦上霜，自己管自己就够了。他你的贪，我的贪，那么多事儿啊，所以贪佛堂跟佛堂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啊，不能够见道成道，净顾自己不顾别人，人家给你请一下你也不去，拍你的刻画你也不接受，这个人比较自私型的，自私型的不属于不像是新道场的，就好像老道场的，自私型的，不适合住在台北道场。台北道场应该是牺牲奉献，见道成道，帮助别人，啊，第八，这个有的讲师哈，10年的、8年的，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。这个怎么样度人呐，啊，讲道了，这种的精进斗志哈，啊，就降低了，到了差不多40上下岁哈，啊，就是重于有时候家里边孩子也大了啊，这个叫爸爸那个叫妈妈，或者这个今天也加班明天也加班，就将30岁的那个时候，当从10年以前你所立的讲师愿，你发的心呢慢慢的降低了，就怎么样，就是遭遇这个家庭的这个轻了，夫妻之恩儿女之爱，就做了10年8年的讲师，而就变成了遭遇受考的，受的家庭考，妻恩子爱的考，所以就不愿意出去讲道，也不愿意出头办事，这个就将他那个发心的心那个志向都降低了。
我想这种讲师也是有啊，我们也要提高警觉，这是过关的，到了这个时候亲人子耐的关，就是有时候不能突破，当中你发的心，你立的志都降低了，这太可惜了啊。第九，有的啊，后进的后学出头了，在大场面呢他就懒得出现了，他都这种人缺乏道义之容，你的后学出头比你强，你也应该比他还要强啊，能够让他我们当然让他，我们想办法还要办事情，我们不能说因为他出头比我们强我们就懒得出面了，这个人就不可以啊，我们还要更要出面，更要带着他才对了。第十啊，度外不度内，我们这个讲师啊度外边人不度自己人啊，对于自己家庭还都没有欺家，也不下功夫，所以有的人到了现在还没有欺家，而且我认为这个检讨是对啊。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都是负责讲师，你们的讲的好多道理啊，不止讲了几百个小时几千个小时了，也可能性你们家都没有欺家啊，这就度外不度内，不没有办法欺家，也不抄这方面下功夫，这得应该检讨啊。还有的讲师呢，第十一，有的讲师呢，平时哈、出去做生意，就是上班呢、奔波劳碌了，甚至于讲道哈、也讲的很多了，那么精神上平时精神上消耗的很多，他自己本身呢对于饮食养生都不太重视啊，所以身体呢就虚热，胃也痛了，十二指肠溃疡了，越来越瘦，回来到上面讲道了三匹八，哼，叫人一看这个讲师修了十年道，怎么越来越瘦呢？是怎么回事？叫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吃素吃不怎么吃的，讲道不怎么讲，越来越瘦，越来越有病，这是留下一种诟病，也是不能代表，这不是代表道啊，也就是说这个讲师平常时候养生之道不重视，这也是不太好。所以我们修道办道，多方面都要代表道啊，也要注重自己的健康，健康之道也要重视。”睡觉也要睡，不能说啪啪啪啪啪一个个的不睡觉，这也不像话。吃饭好没关系，过去你像那个有那个彰化县哈，那种的一种观念是什么？这种是属于迷信，这种迷信啊，没关系，假崩马给吃假崩配豆油啊，吃饭配酱油就够了，这个营养上天给我，哇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结果变了怎么样？变成得了肝病、肝硬化，这都是迷信，修的迷信道。老天哪这么天天跟在你身边啊？一天到晚还给你阴阳啊？哪这么多的事儿？啊，阴阳得要自己啊，吃饭时候阴阳配好了啊，叫人看啊，不错呀，修的不错，你看还不错，修了半天这么多年的话，你看还有元，还有精气神还很充沛，那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养生之道、健康之道，那些个医药那个医学的书，虽然你不读中医啊，也需要看一看，对我们都有帮助。那么最后一项啊，我们这个讲师，你们前途无量，你们是后生可畏啊，就是道场之中的道脉的继承人，您不要看清你自己，不要一天过一天无所谓。这个整个台北来说啊，你们这一代年轻人，这个负责讲师道脉的继承人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树立一个标杆模范，我们随时随地要检讨要反省，应该我们定下来的修道的功课啊，看书写字啊，重视自己心性的修养，所以我们的心情要心平气和，那么不要浮躁。有的人呢坐都坐不住了，你看现在我忙得不得了，我真希望我有三天的时间给我在台中静一静，那有的人坐也坐不住，你看我们有的小姐这样子，她也晃晃晃，也不是真正办道，坐也坐不住，站也站不住，不是怎么好，你有的时候你看看书写写字静一下都好，像我们的有的小姐这么没事晃晃就跑出去了，跑出去回来看的时候也没有事办，
说这个话就浪费时间，应该动的动，我们应该静的静，自己要立一个功课来约束自己是最好的。动应该要动，去跑去讲，没有真正事儿，你就要静一静。回来你的应该住的地方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静一静，啊，自己对于这个身心都有帮助的。所以不要没有事儿也跑，瞎跑。这人说就是瞎跑，跑了半天不知怎么跑。跑是应该跑，你跑的话应该跑就跑，不应该的跑我们不要乱跑。跑了半天就给人添麻烦有什么用？不给人帮助就给人添麻烦，这也不是正道。我们应该静的静，应该动的动，自己要立一个功课。所以越修越高，越学越多，越办事儿越多，那就是我们办道的成功。我希望大家呢，不，我都是希望啊，我希望跟我们有关系的七个道场，每一个道场都要精进，啊，道场也要精进，道场也要完整，处处啊好像是都没有缺点，你怎么吹毛求疵？吹毛求疵，你怎么吹这个词也吹不出来，哎，都是很好的，那就是我们大家的成功，这是我们大家的成功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在道场之中不能够兴大功，我们也不要造罪，不能兴功就不能造罪，不要给道场找麻烦，不要给千人找困扰啊，大家并过着平平安安清清静静的修道办道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大家听懂吗？好。因为我们都是讲师哈，这都是讲师有时候犯道的缺点，我想你们不能够说都犯，可以弥补过去，人一能知几百知，你按这个方法就可以弥补，你的智慧就可以增添，勿逞骄傲。我们办到一个程度不错了，办得很成功，讲得很不错，就有骄傲的心，不要逞你的骄傲。修道当他都没有声音了，切勿任性，看人家好也嫉妒，看人讲得不错也心里也不见得高兴，这都是嫉妒心太盛，这个不可以。通母通师都是老师的弟子，这个缘分很深厚，尤其是一个道场的人啊，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人，谁离不开谁，就是缘分很深厚，应该同甘共苦，有罪要同受，有福要同享，大家要分担一切，你这个才可以驾起法舟，不分彼此，不要分你的我的，互相的尊敬，没有你也没有我，也没有我也没有你，有这种的关系哈，互相的尊敬。取人长处，人家有长处我们取过来，人家有恶处要隐瞒起来，不要跟人宣扬。你宣扬，你宣扬这个不好，你也不好看，这个我们这个道场也不好看，尽量隐瞒。勿启发我们，他们都是怎么样？都是诲人不倦。你看一个讲师，讲都伤气了啊，那真是很可怜。啊，那都是诲人不倦的精神啊，对我们帮助很多。心里边我们心要尊重三思，现在来说就是三思呢，应该说是点穿师、引宝师。那现在道场来说，不只是点穿师、引宝师，啊，讲师，啊，由上来说，师尊师母、老前人、前人、点穿师、讲师、引宝师、坛主，都是我们的掌上，都是我们有帮助的。不能够轻慢他们，都要尊敬他们。鱼金能登法船上，你哪可以得到鱼了，你将捕鱼的珠器你就丢掉它，不要它，这个不可以，你不能这么没有情，我们还要需要它，还要尊敬它啊。一手戒律，三教的功夫啊，都是我们的戒律啊。我们比如道教有道教的功夫，儒教有儒教的功夫，佛教有佛教的功夫，都是戒律啊。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啊，这都应该遵守。那么三规五戒啊，这都应该遵守。尤其我们道里所讲的一种种种的佛规，种种的也应该遵守。我们道里常常讲的三清四正都应该遵守，就是这样子会导致正端。我们都同遵守的哦，旁门四国旁门乱道盘陷阱处处自变穿，多的到什么？多到一个最后点石成金子石成玉，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厉害。现在那些胡说八道，我认为不以为奇，那都是乱讲乱说乱盖，那根本都不要听他的。应该有这个高等教育的，这个这么假祖师、假弥勒，什么吴汝渊、马永昌，什么那里什么假山竹，什么幼师小孩儿，
这根本就不屑一顾，根本那是那都称不温不成文，词不成词，那怎么我们去管他干？根本都不需要看他。可是现在各方面呢，这个程度水准没有一致，这个防疫针不能不打，预防针不能不打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徐典师讲这么多，你们都没有影响，这些个事儿我认为对你们都没有关系。现在到这种程度，这个道这么好的道场，这么完整，这么好的道场，这可以很善很美善的道场，我们还想媚福享受跳下去，跳下去就追随别人，不可能是媚福享受，不可能。就说你们要了解这种情形，假使我们道场有后学有这种知道这种消息，你可以给他破解，这是一个预防啊。实际上这些个讲下去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啊。人树大招风啊。树大招风，师尊是我们大德，我们在台湾办理太多了，这个各族各先都有这个好胜的心，都有贪心妄想哈，要就想做老大。那一看，要是规规矩矩的办，办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前人呢？这个前人只有一个，也不知道什么他们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死掉也轮不到我，想个办法研究说一套，赶快做前人就算了。所以这都是以后还要多。一看做前人不错嘛，做前人都是委外，还管这么多人，大家都听他的，很尊敬他，吃也不要烦恼，住也不要烦恼，打上龙娃给你，这不是做梦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梦，异想天开，根本不会成一个气候，三年最多三年就垮胎了，就不会长久了。假就是假，真就是真，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个考是考。对有这个知识分子，对道明理的也不会受影响哈。我们要报道看好了，认清义理，今来合在一起，好像老先生名字。如果按自己讲的话，就上天降的道啊。我们这也就是说，老先人有这个代表师尊是我们天命，降这个甘露滋润这个荒原啊。下边呢，宝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呢 啊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寸金难买寸光阴呢，一分光阴就是一分光阴就是一份的成功。我们修道办道都要利用时间，充实的利用，不要浪费时间啊。第二，提防草率的弊病，修道日久天长就会草率，马马虎虎，轻轻松松，随随便便就完事儿了，这都是弊病。我们要精益求精啊，不能够马马虎虎。第三。坚持恒诚的信念，我们这个恒诚的心，这我们这个信念要恒诚，要坚持，要把持住了，始终如一，到了死才能够罢休。第四，注重品德的修养，这个品德不是说到一个程度是品德，这个品德越修越要高啊，越修这个你道越修越高，德越培越大，道不修不高，德不培不大，一个道高德重不是一朝一日。要注重啊，要尽德修业哈，啊，要注重这一项。第五，注重言行的一致。你修道办道，言故行，行故言，说到哪儿办到哪儿，不能行我们就不要说。第六，培养勤俭的美德。我们这个道场大家这项都有，很勤啊，早晨起来怎么样？洒扫啊，整理环境。这个负责讲师在家庭在道场都应该去以身作则，不能叫人家做，我们在那坐着看着啊，都要以身作则，都要勤整理环境，制格的东西条条有序，还要怎么样，还要俭省。我们就是有钱的也不能浪费，不能暴殄天物，不能说随便糟蹋东西，也不能一天到晚吃这么好啊。我总感觉到我们这个道场各方面的开班呢，尤其这个中部，哎呀，东西太多了，我都发觉这个各大庙这个签呢太多了，啊，都是吃啊、用啊、买呀，啊，真是，那些个主持人、点香师就很大方，很大手，谈话打出去就随便买，买以后就买好，这个签也很多。大家这个中部这个老欧巴桑们哈，对于这个庙啊，盖庙也有签。这个庙里边布置一切的话也有钱啊，真正叫他真行真功实善的都没有钱。吃一开班吃这么好啊，做得这么好，太讲究了。所以我们在开班的时候啊，
也要好，也要吃的还要饱，也不能浪费啊，吃的还很好吃，这是本事，这是本领，又要好，又要巧，又要好，通通要好，可是钱还要花的少，这就是成功。你不相信？你看看我们台中，你看看冰箱有多少东西，是会人送，不送吃完了，下山都没有了，不吃光了，下山再做新的，啊，我们道场就是浪费的太多了，我们要勤要俭啊。第七，注重涵养的功身，这个功夫不简单呐，涵养功身不简单。我们人呢都讲得很好听，你没有事实的考验。假使啊一点事情啊不随你的意思，怎么样就要发脾气了？发脾气没有，有的点上是发脾气，怎么样不刷呢？十天八天还没有完，啊，还怒气怒没完。其实他误会，我的前人恨得不得了，所以也奇怪，我点人后学这么多，160多位。不是这个把我误会一顿，就是把我恨一顿。你说我还好，身体健康，也没把我恨的，还没有减瘦，还是这样子，这么不简单。其实都是冤枉的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也不打人，我也不骂人，我不虐待人。你欲念，他总是吸收占有不够，还是不够，恨不得摊上就给他，不达不到，哇，他都恨恨恨，恨恨没有完，我这还不知道。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涵养的功夫，就没有功夫。这种人呢，自己闹亏，并不是给我闹亏，我对他没有苛求，自己闹亏，自己难看，叫人家耻笑，没有修养，不尊师重道，不尊重前人，办什么道，叫人家批评我们，说人得有良心呢，人得有良心，你得了天职了，谁给你的？不随你的意思就恨前人，哪有这个道理去？道场有这个事儿，这个人决定没有什么前途，啊，自己就没有缺少德性，缺少修养。第八。重视使命的神圣，你说我们是什么使命？我们是点赞师，不是讲师。你有重大的使命，是非常的神圣，注重布施的快乐，啊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你舍出去了，不要想得，你才是快乐。你舍出去了，忙想得，你将来还是快乐不了。舍得，舍得，你舍是得，可不是马上得。这个德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再得，我们真正的修菩萨道的不想得，没有想说我修一修办一办，将来老了话我怎么样，多少人供养我，当中我办道我也没有这个心，假设有这个心我不会来台湾，我发心不是这个心，啊，我要发心为了吃为了住为了享受，我不会来台湾的。那我们家县城都有，也有房子也有地也有钱也有什么都有，那何必来台湾受这个罪？我们发心是不为了享受啊，一切都是舍，为了度化人。那时候我一心都是度化人，让大家能够改变，大家能够升天堂，大家能够好，就是这个心，啊，没想到是老了怎么样？怎么想着老啊，都想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叫布施，尽量舍，不要想得，啊，这都是快乐。第十呢，注重知识的增进，你们这年轻的这一辈哈，都要注重，我们要知识、学识、文学、道学都要增进。不要说听治阶段啊，因为你们将来要领导很多人，要领导很多人呢，就是说你不没有知识，没有文学，没有道学，将来知识分子你领导不了，所以要注重这几项。那么下边呢，104页，100发挥小的话你是独善其身，你发挥大的话就是兼善天下，到那个程度就是一性圆明。你希望你一性圆明，你必须要外在的这些个不需要的东西，这些个枝节要去掉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十乐、八邪、三心、四相、七情、六欲，拿这个智慧刀不通通剪掉，剪一个又圆又很漂亮很完整一棵道树。所以你想，你一性圆明，你要发挥孝悌忠信礼廉耻，将这个十乐八邪三心四相七情六欲，你通通这些个枝杈都讲智慧水的灌溉，起码根本就是老先长给我们指示的这一篇啊。这个我们忏悔班的人、忏悔过去的人都应该照这个去做啊。所以这篇训天运书籍这本妙训，老先人很重视它。给你就是你的啊，就是你的某某人禁毒，不要送给别人，送给别人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啊。我们不参加
忏悔，不参加复习班的没有，参加复习班的话不是跟过去一样，得有点三师讲师摊主啊，得有表现的，得有表白的。你参加过去的什么事儿没有，也不讲道，也厉害的都找不到人，这个我们就先不要给他参，不要给他开了，我们先开班找那个有表现的点三师讲师摊主哈。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要随便给人说，是不是？说你们忏悔班有这本书，我们怎么没有的啊？以后如果真的后学越多，需要这本书，需要的话，那时候我们再求老真慈悲的打算。现在暂时这本书不印啊。好了，今天。